11月12日，喜得贵子的超级奶爸吴尊携手内地知名演员王丽坤、李光洁、张萌亮相瑞士知名腕表品牌美度表的新品发布会活动。活动现场，一袭西装的吴尊面露喜色，原来是最近刚刚回温来陪小儿子过满月酒。那我自己本身之前有提早，就是回去温来，就是前几天啊，提早替啊我的儿子过满月，对，然后家里都有请一些朋友来，对。再度当爸的吴尊对照顾儿子也是非常的拿手。现场吴尊透露有关注《爸爸去哪儿》节目，觉得非常好玩，也想通过这类节目为儿子留下纪念。有啊有啊，有听说，对。我觉得应该有可能啦，对啊，我觉得我不知道，我觉得蛮好玩的，因为我看他们。听我身边的人讲这个节目是怎么样的，然后都会觉得说，哎，我觉得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经验的，对。爱奇艺上海报道。